还可以。直接一波对平二打。但他妈两个头都太难了，太难笑死了，哥们一个头都没有。换掉就好了，妈的妈怎么他对平这么猛，哎，主要是他去野区的这个时间点太尴尬了，我辅助不会死就是中单能赚一波线嘛。他去野区的时间点刚好是分女游走的时间点，分女准备回来保卡莎支线了，然后就被逮住了，挺哎呀我天哦，也不出来了，完蛋了妈，600块钱给妮蔻知道了呀。最后一个 Q， 哎，可惜中到中，哎，烫死了，只那是我的最后一个 Q 了，不管怎么样我都追不了了。啊，这车漏了，哎，不够近吗？不好意思。进我们野区吗？不知道，我点一下眼吧，不好说。没有进，他回自己野区了。但我补刀实际上是亏的。就你不得不说，哥们的补刀是有点亏，一直在打架，又没怎么发育。回家吧，我操他妈他你怎么是六级了，哎不是，哎我四级他六级合理吗？妈妈这哎这确实好像不该打的，毕竟那哥们是换坏的呀，这被换了，我没治疗，我有治疗就好了。完蛋了，线吃太少了，每次基本上真是线吃太少了，四级打六级被人家给杀了。线推这么快吗？
不是哥们，那七级了，再死对线真鸡的。啊！不是哥们，这么又是一个小兵趋势器，直接把炮车吃了呀！我今天前面刚遇见过一个小兵趋势器把炮车吃了，这把又遇到了。不是没道理吧？哎，我的炮车，他死得好惨。啊、怎么这么一直都在打架呀、啊、一直在打没停过、哎、死哥好难受啊，死哥九个助攻，妈死哥九个助攻有点痛苦了呀，他要是九个头那完全不一样了，一个大招砸下来。哎，又去支援了，人杀，先决在上。逼了一下他的走位，他已经死了，不用去了，一个大招大死了。然后我被太贪了，这样拍人。他妈的，这就是单挑的神，只能说这个就是单挑的神吧。你不愧是 AD 里面单挑的神。
差点没打过，我 Q 一直捏着，我在等他大招交的，但是我最后 Q 也空了，所以导致我不得不交治疗了，就是为了弥补自己 Q 空的这个小失误，不是小失误，是大失误了，很严重很严重的失误。没道理，哥们警惕性很强的，这没道理这样子给你抓的。两个人都交闪了，好像。哎呦我操，老子差点忘了有这一出。真的差点忘了有 Nico 的，我操，小心点。妈的一个不留神，他刚刚要混到兵堆里面过来，好像嘎了。就是这么帅，就是这么帅，玩就是要玩帅的，忍不住了 ，OK。咋出羊刀的嘛？真的假的？永恩这英雄他们不都是破败加那个叫什么？破败加破剑者的呀？怎么搞个羊刀出来的？
别来找我麻烦呀。一个都没杀吗？我觉得至少会能杀一个吧，根本一个都没杀呀。什么情况？那么多残血，一个都没做掉。哎呀，他这波开的是真的好，尼克，差点把我死了就真的很难受的。哎，但死哥也850啊，不过要再死一个我的话，那确实就难受了。天爵大招交了保命的。宝卡杀了，不然卡杀被我大死了。假的吧，这个是。哎，老子他妈空了好多 Q 啊，失误太多了。不是，俄洛伊关键是都 Q 空了呀！你先别说移速快的风女了，妈的笨笨的俄洛伊我都空 Q 了好多个。没道理呀、啊，在干嘛？这 Q 空的，被拿捏了。打到后面，没卡不一定卡比卡莎厉害呀。那打到后面，他们卡莎搭配他们这个阵容进场秒人挺简单的。哎，这波有点丑陋了，只能说。OK， 单带先单杀了，妮可不在。他们妮可开人的时机总是让我有点捉摸不清，就是他会开个很比较好的团队，那个是妮可。拼城吧，那就拼。那就拼城，相信。死哥打野都这么自信，那就拼城呗。